哦，拜托，我是无建议你来甲人抢这只春牛。啊，尤其千万要记诶，安尼抢春牛诶过程当中，千万唔通激动，一定要控制。为虾米？你一定要等边关站饲诶春牛了后，你来抢这只春牛皮，抢这春牛肉，较有意义。如果若是边无满这站饲诶，你抢着这只春牛皮，对你来讲嘛是无虾米意义，吼。好，所以这是要来各位拜托的一件代志。搁再一次，搁再一次，三字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说三次。为什么要说三次？来，甲各位报告哈。咱拜一个宴会开始，吼，咱头段电话是暗嘛，咱咧等迄个无人机，结果咱台四部不要紧。即摆电话拍到，大家注意看，咱个五红灯下面，甲咱个这上。楼顶头即搭只有旋转式的烟灰，伊会喷，伊会动，所以伊的烟灰会喷出来。所以等一下，若徛伫即个五红灯下面，吼，咱个金鼓楼下面，吼，咱个信中在顶，拜托，请你千万一定要移动一下，吼，离开伫个即个安全的范围内，这是保证咱自身的安全。哎，咱个。幽灵队伍是不是进入了？幽灵的队伍是不是到达了进入？各位听众、注意收听，只有叫着手机啊吼，快手机啊人家来服务台家。Thank you.
那是咱的农业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奇迹，所以对着这个牛肉比赛拢真紧张。那咱是比较有知名的模型复活土金水的颜色，来表彰的咱是咱的春牛，咱的春牛公，咱的春牛拢是有特色的。Thank you.
歌，需要一段的空间，拜托各位尽量配合，买单保护家己的安全。谢谢，感谢，尽量多配合哦，多配合。拜托一下，咱大家一个平安路好朋友，大家快点喝彩。